的当中，恭祝着咱本尊敬阳宫咱的康复万岁、调复万岁，以及咱的文复万岁，咱的主祭宫观音菩萨内为至诚，圣诞千秋千千秋，万寿无疆，世世寿好日子。咱来看到咱会场当中，这里坐坐咱虔诚的莲花众弟子，一同来到会场当中，敬谢神恩，感谢神奇，相信着咱的内为众尊神，神通广大，神威显赫。一定降下神恩赐福保庇，保庇着咱所坐坐咱这好朋友，会当受什么就得什么，爱什么就有什么，发展无限期，脚踏四方，丰富地利，祝福着咱的好朋友，趁钱会当亲像咧趁水，当然非常感谢，感谢着话咱刚开钱，咱的请主代表董事长，再次出来感谢着咱的嘉义金沙娱乐城黄建昌黄董事长，都来到咱会场当中啊。谢谢，来感谢咱黄董事长哦，我特别来赞助，来麻烦来感谢着咱万达集团梁建忠梁董事长，有在我们现场了吗？梁建忠梁董事长在哪里？认识一下好吗？哦，安溪的哦哦，感谢感谢，这是咱万达集团哦，咱的梁建忠梁董事长，感谢着咱两位董事长哦。非常的刚开机，来聘请着来自咱闽江内乡影视传播，又着咱阿孙阿孙来率领领导，伊来传非常精彩，咱进行平安戏《快乐之宝》，来到会场当中来甲咱做些带动。关键后壁面吼，咱有搁介绍咱的长腿姑娘漂亮宝贝，介绍咱这位吼嘛是同款哦，非常的活泼，咱搁有非常可爱的吼我们的文文，后台关键来甲咱做安排。孙恩来，你起来。你看我这个舞步，舞步吗？对，我觉得。那咱上镜的时候，把别光往里面挖，那我就太清楚了，因为那个声音。